比今天在昆頓身邊有馬基。Hello， 昆頓你好嘛 ？Hello， 我十幾年冇見你啦，前輩你幾好嘛？但嗰時喺電台我冇機會可以同你合作，基本上我哋連講嘢嘅機會咧都冇啊，因為你根本冇理我咯。哇！你會死啦，你會行開啦。喂，唔好意思，嗰陣你一入新城電台，你已經係主持。我是在其他位置來的，不是那時你主力在交通部那裡就發光發亮啦，還有copywriter 寫一下東西，是寫東西文筆非常好，全靠你啦。哇，不要這麼說，但是我等了十幾年終於有機會跟昆頓聊聊天了，是這個十幾年很少坐到這麼埋我們喂，是啦，今次其實知你在新城電台開始就做主持工作啦，跟著其實一路這十幾年來你都是主持啦 MC 啦，音樂咧都有掂到嘅，因為其實你自己一路中意唱歌，我都知嘅。咁今次揾你傾偈咧，因為有新歌出現，有呢、這個從頭感覺。係喂，呢首歌其實喺而家呢個時候，喂做咗十幾年 MC， 突然間要自己出歌，仲要話係自知嘅添，為咩事啊？其實我想話咧，你記唔記得2012年？不過你可能走咗啦嗰陣時，離開咗。我唔喺嗰間電台啫。係啦，係啦，嗰陣唔係嗰間電台，但係嗰陣時喺嗰間電台度咧，我係出過一隻歌嘅。嗰陣時嗰只都係自知嘅，因為啱啱就話唔知幾多十週年，就所有有把口有聲嘅 DJ 咧都可以即係做只歌噶啦咁樣。係啦，咁我就嗰時都有一隻歌嘅，但係嗰時就即係叫做換票性質啦。咦？啊，嗰陣我走咗啦，其實，但係呢件事我即係呢個 project 我係知嘅。哦，係。係啦，因為有好多你都識嘅啲同事啦，佢哋都。呀，咁但係今次呢隻從頭感覺咧，就真係認真。我想係俾多一個身份自己嘅，即係我想係用一個歌手嘅身份去出一隻咁嘅歌。嗰陣時你做唔到一個歌手身份嘅，你都係一個 DJ 嘅身份啊嘛。呀，咁但係今次我就真係好認真。平時我見到人哋歌手做乜，我而家就做乜，我就哎呀，昆頓可唔可以同我做個訪問啊？又唔使低嘅，係啦，所以係個身份上有啲唔同咗。OK， 即係嗰陣係 DJ 身份 ，DJ 歌手咁去唱歌，係都唔係一個真真正正自己想要嘅位置。喂，咁但係喂，隔咗十幾年啦，真係十幾年啦，點解想要將呢個身份孭上身要出呢首歌呢？就係因為已經十幾年啦。點解唔快？點解唔早啲啊？呢件事嗱，係啦，你都問得好，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有個契機喺度嘅。其實一路因為外歌唱比賽入行啦，一路呢一個夢都係喺個心底入邊噶嘛。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身份上有啲尷尬，咁就算啦，都係專注做 DJ 啦，做司儀啦。咁人就係咁噶嘛，即係當你靠嗰個工作，你糊到口，養活到自己，養活到你媽咪嘅嘢之下啦，咁你就唔諗其他咩夢想啊咁奢侈嘅嘢噶啦，咁啊。唉，繼續努力去做啦，做 MC 啦咁樣。咁但係去到一個位咧，其實嗰個契機咧就係喺上年年中嘅時候咧，咁我就擔任咗個歌唱比賽啦，《星夢傳奇二》嘅評審。我真係坐喺嗰個評判席上望住台下嘅，即係因為我哋嗰、那個。因為你知道那個比賽咧係有25個評判嘅，每人喺個框框嗰度嘅。咁我就係上坐喺上層嗰個框框。咁我咁樣望落去，即係嗰啲參賽者嘅時候，我望到自己我望翻嗰陣時，你認識我嘅時候嗰個自己，我見到佢哇好努力，即係每一集都希望追求進步，去為一個唔知達唔達成得到嘅目標去奮鬥嘅時候咧，我就諗我喺度做緊咩咧？即係我喂，你喺度做緊咩？你做緊啲好成功嘅嘢咯？唔係啊，我喺嗰個範疇一啲都唔成功啊！即係喺唱歌嗰個範疇。咁講，咁每個人嘅人生跑道都總會有唔同嘅分叉位嘅。係。咁喺十幾年前，雖然係唱歌比賽入行，但係好快脆地已經去咗 DJ 呢個位置，去咗主持呢個位置 ，which is。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發展啦、啊，都是的，係嘅。咁我都很感恩，即係上天將我的航道咁樣扭轉了之後。因為最近我跟歐永權傾過偈、我跟他的 case 好似嘅，好似喎、哦，係、啊，佢又係咁啱咁上下出歌噶嘛，遲我唔知道一兩個禮拜嘅啫嘛，係啦。咁係好似嘅。咁我都很感恩呢一個航道係令到我都可以做到的咁多成績出嚟啦。我自己都有一個少少嘅交代嘅。咁但係。人尤其是女人啦，去到一定嘅年紀嘅時候咧，你就會喺度諗，開始嗰啲咩 high 符啊，都好似剔唔翻個上雙下巴上去嘅時候，係咪真係要趁住個下巴未跌曬落嚟嘅時候，即係有啲目標係要達成呢咁樣，我係有呢個諗法嘅。咁我就嗰、那個比賽入邊就令到我覺得，我要追夢，同佢哋一樣咁樣追夢，然後。
跟住而家又興嗰啲中年都要有好聲音噶嘛，係、嗯、咪？哇！即係呢、這個這個氣氛咧，係促使到我更加覺得啱。其實乜嘢年紀都應該追夢，係、嗯、啦，即係唔框住。做一個評判，即係諗住去啊睇下啲人唱歌唱成點啦。搞搞下搞自己，喂，不如我自己唱啦。係啊係啊，就有少變態嘅，有少任性咯，同埋係啊。好任性啊，大佬！而家你知做歌手唔易。冇 backup 更難，即自己所有嘢自己抌 budget 出嚟，做首歌六位數。要啊，係因為我揾咗 Cousin Fong 幫我作曲啦，咁、嗯、T-Rex 幫我填詞啦，咁佢兩位都應該唔平啊。你先好啦，你先好啦，係啦，喂，咁因為 Cousin Fong 就一定要揾佢㗎啦，呢一隻歌，因為我同佢係識於微時啦，20年前即我哋都未入行。佢都未做到咁成功嘅音樂人嘅時候，我亦都未入行做 DJ 就已經識㗎啦。咁嗰陣時我哋仲會喺觀塘某個商場嗰度咧，夜晚咧就喺度唱歌嘅，係、嗯、啦，我唱歌，佢又幫我彈琴啊、和音啊。咁有冇乜友情價咧？今次都唔係好友情，因為嗱，佢始終經咗公司，咁點樣平極都有翻一定嘅數喺度啦，係、咪？咁同埋幕後嘅團隊亦都個陣容好鼎盛啦，即係 Cousin Fong 好認真，即係每一個崗位都幫我揾一啲即係行內係好出色嘅音樂人去參與呢件事。咁我都明白佢都收咗我係咁以平咗少少都好嘅，好過冇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嗰個投資就一定係喺度㗎啦。咁我又覺得咁講又唔係日日出係咪先？十幾年先再出一隻，咁係咪應該即係將平時擺個袋仔入邊嗰啲嘅零用錢，盡量都攞出嚟去完成到一件比較見到人嘅事呢？嗯，喂，但係即係做咗咁多年嘅司儀，去做咗咁多年嘅主持啦、司儀工作啦，好有一個好，因為其實呢份工作某程度上都唔係一個穩定嘅工作嚟㗎嘛，收入都係啊有時多有時少，特別疫情嗰陣根本上冇 job 㗎嘛。喂，咁咁辛苦儲咗十幾年錢，喂呢一個任性，掉六位數字出嚟做歌，跟住。仲有後著，就係話要開 show 添，係啊，個 show 都係自己俾錢添，係啊，12月9日啦，喺麥花臣場館嗰度就會開我人生中第一個，亦都唔知會唔係最後一個嘅演唱會。呢件事對我嚟講係真係好緊要，我當係即係送咗份禮物俾自己。呢份禮物好大份喎，好大份啊，就貴喎。咁所以問得好好嘅，即係你啊，哇！你將啲錢攞曬出嚟做呢樣嘢，嗱，我又咁講，即係每個人都有佢嘅興趣，即係可能 Condon 你都有你興趣。興趣我唔知道你中意啲咩啊？有啲男仔咪中意車，係嘛？中意揾攝影機啊，咩都影相機啊。貴嘅我全部唔掂。我唔得，即係嗱，我有一啲男人啦，咁我咁講係咪先？即係話啲佢哋會中意去入下馬場賭下馬仔咁樣，係咧，定係玩啲咩？出下遊，出下海玩遊艇啊，係啦。咁我全部呢啲都唔中意，我又唔飲酒，即係我基本上冇乜話哇要好俾好多錢去做嘅嗜好嘅。咁我嘅嗜好就係唱歌咯。咁。人哋抌嗰啲錢去嗰啲度覺得值得，可能我都會覺得嚇、啊、玩一個 week surf 啊，租架遊艇出去咁，嗰度有咁嘅錢，咁我就放喺個袋仔度。當我真係要用嘅時候，就將呢啲彈藥就攞出嚟。喂，唔係因為人哋嗰啲可能係耐唔得，甚啲出去咧，唔好覺㗎嘛，你一筆過喎。係嘅，嗱嗰件事嗰嚿錢夠俾首期㗎咯喎。係傻嘅，我知㗎，我係傻嘅，即係每一個朋友見到我都話：哇，其實咧真係癲㗎喎咁。係咯。嗰日我喺後台，紅館後台睇完輝煌演唱會，見到周吉佩，周吉佩又係我嘅兒時玩伴啦，即係大家都未比賽嘅時候已經識㗎啦，識咗20年咁啊。咁佢望住我，佢自己都咁成功嘅時候，佢都話：你都真係傻㗎喎！即係其實我身邊啲朋友都係覺得我係咁樣嘅，但係我覺得。就俾自己傻一次啦，咁樣咁同埋又咁講，即係雖然件事好似講到哇，你即係開個演唱會嗰度又抌一個七位數字出嚟咁樣，不過好七位數字要啊，一個七位數字開個 show， 六位數字做隻歌，係啊，哇，係癲嘅，即係就將呢幾十年嗰啲，你都小富婆嚟喎，嗰啲咩姑婆本咧都攞曬出嚟㗎啦，咁樣啦。咁不過咧，因為演唱會又有啲唔同嘅，因為可以有 sponsor 㗎嘛。咁我好感恩咧，即係當我話有一個咁嘅演唱會嘅時候咧，一啲合作咗好多年嘅客户啊，一啲前輩啊，啲好好嘅朋友啊，即係
分分咧就好似係誒籌募經費咁樣嘅，即係捐錢。儲落啲人員啦，係啦，攞嚟用啦。係啦，就捐錢俾我咁就，你使唔使要 sponsor 啊？我哋公司都可以分少少錢嚟 sponsor 你嘅，俾個 proposal 你睇下啦咁樣。哇，咁驚即係連一輪即刻 send 俾佢啦咁啊，咁所以暫時都 OK 嘅，係啦，咁都大約有十幾個 sponsor， 咁都叫做可以圍翻個皮，即係蝕都冇咁入肉咯。OK， 好啦，啲好市儈嘅嘢咧，講住呢度先，講翻啲開心少少嘅嘢先，即係做歌啊嘛，重頭感覺嘅時候，喂，揾 Cushion 同埋 T-Rex 即係作曲填詞啦。你去做音樂嗰陣，要真係有一首屬於自己嘅歌啦，等咗咁耐啦。想俾個咩方向自己？其實當初個諗法係點樣嘅呢？係因為我好，我諗兩三年前我已經同 Cushion 講過話，我想做一隻屬於。都兩三年前㗎啦，係啊係啊，揾樣咁耐啊，揾樣好耐。即係 Covid 前，其實我已經講過話，我點都要做一隻自己嘅歌嘅。咁但係即係爆咗 Covid 就算啦，停一停先啦咁樣。嗰陣時我已經同佢講過㗎啦。咁跟住佢呢隻歌係特登為我嘅音域啦、我嘅曲風啦、我平時嘅唱腔啦，係度身訂做嘅。咁中間都曾經有啲嘢改過，咁樣改到係即係 fit 㗎啦。即係你唱得唔好係你嘅問題啦，唔係我嘅問題啦。咁樣嘅意思啦，佢係咁嘅意思啦，係啦。咁樣為我而責任喺你度。冇錯啦，咁啊唔緊要，我都會承受嘅呢、這個責任。跟住啦，咁就揾阿 T-Rex 幫我填詞啦。咁你知道啲音樂人咧都係凌晨先會同你溝通噶嘛？咁啊凌晨一點嘅時候咧，你就講咗一個即係三人會議成個鐘咁樣啦，就將我前半生嘅經歷，即係 which is Quinton， 你都知道我以前即係做電台啊，所有呢啲經歷就講詞俾佢聽，就係、是、話我想嗰隻歌唔需要情情塔塔嘅，我淨係想去表達一個人。無論男女，無論咩年紀，人生行到一定嘅歲數嘅時候，佢回望你呢條路行過嘅呢條路係咪無悔呢？係啦，即係如果你行到呢個位嘅時候，你望翻轉頭，我都有啲遺憾喎，咁就唔應該啦。咁你就應該從頭去感覺翻當初嘅所謂初心啦，即係啦，佢究竟當初你係想點嘅呢？你一路咁樣行，可能係。即係個時勢造成啦，可能你會偏歪咗，咁你係時候諗翻轉頭，你行翻，不如行多次啊，俾多次機會自己啊，得唔得唔緊要，但我至少無悔，即係我譬如我聽日我就唔喺度噶啦，咁離開呢個世界，我都要望翻轉頭，我冇嘢遺憾，我好開心咁樣咯，係啊。咁但係由嗰陣入行開始做唔到歌手，已經轉咗去做 DJ， 跟住去主持司儀工作，咁多年嚟其實有冇啲唔甘心㗎？我想又不是用不甘心去形容的，但是有時候會有些酸溜溜的，尤其是你知道那時候做電台呢，就望著所有歌手上來出席，為什麼自己不是坐在這個位置的呢？坦白說，有時候做一些訪問，即是幫那些歌手宣傳，我都會聽這隻歌都麻麻地啫，或者這個歌手 OK 啦，咁樣，咁我都會覺得，如果那個是我的話，我會怎樣去演繹這隻歌呢？又或者如果我自己可以坐到在他的對面的位置的話，我會不會可以做得更加好呢？我有想這些東西的，小個一點的時候已經有想的了，咁但我又覺得不可以這樣說的，人生沒有說一定完美，什麼都是合曬你意的嘛，咁樣盡力做好自己的崗位先啦，咁樣，咁我想就是這樣一步步就變咗淨係做司儀咯，大家不過咁講，好多時咧，我做啲 annual dinner 做 MC 嘅時候咧，嗰啲客人知道我係會唱歌咧，佢都係話啊，俾多幾千蚊你，你唱埋歌啦，咁我唔使嘥嚿錢去請歌手啦嘛，你反正佢都要有聲啫嘛，我知噶，我知噶喎，係咪先？咁我覺得我又冇問題嘅，咁但係有啲客户好好嘅，佢哋咧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唱歌，咁佢就特登請我咧就要同我合唱嘅，咁呢啲客户就令到我好窩心咯，覺得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即咁多年嚟，好多人都知道音樂對你嚟講係你的興趣嚟嘅，你都係緊要嘅一件事嚟嘅，所以亦都有一啲空間去俾你發揮啦，甚至你自己上網都會做一啲 cover 片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個時間就決定，喂唔係，我真係想試一試俾歌手呢個身份自己喎。係啊，好唔容易嘅一個決定嚟嘅，即其實喺。行裏邊都已經有啲位置喺度啦，大家知道馬基主持人啦、司儀啦，會要諗起呢工作嘅時候會揾你啦。但係咦，歌手喎，突然間好似即等於啲演員做咗好耐演員之後，突然間走去唱歌之後，喂佢咪換票成真㗎？佢咪玩㗎？佢話得唔得㗎？好多時都有呢啲 label 㗎嘛，驚唔驚啊？我唔理咁多㗎啦，我亦都唔驚得咁多。總之你一路喺度諗，咁樣做得唔得㗎？或者人哋會唔會 label 啊？咁你就有排都唔使做㗎啦。嗯，係啦，咁所以就係咪都做咗先啦？我好認同一樣嘢，
the market will tell， 個市場會話俾你聽你做唔做到嘅。即係譬如我做主持做司儀啦，好感恩地係個 market 話俾我聽，係啲客户話俾我聽我做到嘅，所以先至會不停不停都會有得做，一路可以攞呢一個工作嚟作為我一路嘅終身嘅事業啊嘛，係啦。咁但係唱歌 OK， 我係一個新人啦，我當自己係一個新嘗試嘅，咁我咪繼續努力咯。我覺得你努力咗，人哋係會睇到嘅，而個 market 都會話俾你聽，可能喂馬基真唔掂喎，你唱成咁樣嘅我唔聽，或者你嘅 views 好低咁樣，咁都是一个即是指标啊，帮我听，原来做咗啦，无悔啦，是不得的，咁就算咯，即咁都叫做咗，咁咪再翻翻去做司仪嘅工作，专注啲咯，咁咯。其实都是对自己一个交代嘅啫。Exactly， 就是对自己的交代啦，因为譬如 T-Rex 好好嘅，佢作嗰啲词咧，基本上佢第一轉咧已經係 99% 已經係作曬我心入邊諗嘅嘢，即係佢都有一句係寫得好好嘅，就係、是、要對得起最初。嗯，係啦，就係、是、我要對得住自己。我呢、這個就是我嘅目標啦。我嘅目標唔係話要好多人聽啊，然後好多人中意我啊，跟住我落到銅鑼灣，好多人圍住我，即係唔係呢啲，亦都唔會發生啦。我知道係啦。咁總之就係我對自己有交代，然後對於一啲一路好支持我嘅人。包括我的客户或者我一些前輩都告訴他們，其實我是沒有停過的，即不停希望自己可以努力去行前一行前一盡量看看自己可以行到多遠咯。嗯，行到多遠現在未知的，但是首先有一個舞台等你，是麥花臣12月9號就會有你自己的音樂會啦。第一次有自己一個 show， 但是一首歌做你得。咁喺個 show 裏面其實會搞啲咩呢？唔係，仲有一首，唔係話11、12年前嗰只咧，我都會再唱嗰只嘅。Okay. 我會重新編曲過嘅。咁但係我又 OK 嘅，因為咧其實喺整個疫情期間咧，我自己自發搞咗好多個唔同嘅網上嘅慈善音樂會啦，我又有去唔同嘅歌手網上嘅 live 啦，咁樣咁嗰度累積咗幾十場嘅 live show 唱人哋嘅歌嘅經驗嘅。咁我發現其實大家啲反應都唔錯嘅，調翻轉即係我諗，如果我全部即係唱自己嘅歌咧，可能大家反應冇咁好添。我反而攞嚟唱一啲大家都耳熟能詳、好經典嘅，但我可能係重新編曲過，或者用我自己馬基嘅方法去演繹嘅話咧，可能會令到佢哋有一個煥然一新嘅感覺添。咁同埋當中咧，我特登就係有一個環節咧係會自彈自唱嘅。咁自彈自唱，我又唔想無病呻吟、無的放矢咁樣，咁所以我就話不如咁啦，既然係自彈自唱一個比較 grand 嘅事。我就 tribute to 五位嘅樂壇嘅巨星啦，咁樣咁啊，分別係93年離開嘅家驅啦，跟住阿 Danny 啦、陳百強啦，跟住03年嘅哥哥啦、妹姐啦，同埋啱啱今年嘅 Coco 李玟，咁我就會自彈自唱佢哋五位巨星嘅一啲首本嘅名曲咁樣咯。呢個係一個特別嘅 highlight 嚟嘅。OK， 咁所以其實喺呢個音樂會上邊，你要諗嘅嘢其實某程度上都準備好曬啦。咁但係我成日都聽人講話，喂開 show。其實要唱兩個零鐘咧，都唔係一件容易事嚟嘅。體能啦，心態啦，呢所有嘢你其實 ready 未㗎？最近都開始食少咗啲嘢㗎啦。係啦，唔係應該食多少少嘢先咩？得啊，女仔一定係要 fit 啦，要瘦啦，係嘛？係啦，咁啊即係好氣力喎。都唔係啊，瘦咗先啦，都有氣力嘅。我平時都夠氣嘅。OK， 係啦，咁譬如我啲開 live 嗰啲都個零兩個鐘咧，都唱到嘅，都 OK 嘅。平時做 MC 即係 annual dinner 做3個鐘咧，都仲講到嘅，最尾都仲有聲嘅。我諗喺聲線方面咧，我又唔係太過擔心嘅。但係可能喺個身形方面咧，我就要努力啲啦。除咗食少啲咧，我都好努力咧去做一啲。儀減肥儀器啊，我仲記得咧，佢做減肥儀器嗰個姐姐咧，同我講話啊，其實咧開始抽糧啦喎，你都好勤力喎，人哋都唔開始做，點解你仲喺度做緊嘅？咁我費事講啦，係啦，我就係我想再 fit 啲啦，咁即係都會努力嘅，同埋有一個環節會跳舞嘅。Okay. 是啊，咁所以又要忙住排舞咁樣咯。我諗喺排舞嘅過程，可能又可以再 fit 下啦，即係當做咗運動咁樣咯。Okay. 好，聽到馬基個心態係好正面、好良好，就知道位置喺邊度，都係啊，為自己去圓夢，去幫自己最當初個初心揾翻翻嚟先，同埋對得住自己。古文麟做出嚟嘅嘢，大家出面接唔接受，而家就要靠大家話翻俾馬基聽。喂，究竟首歌好唔好聽啦？或者係咪真係入場去支持你啦？係咪希望你跟住落嚟都順順利利嘅？但一首歌，我唔知道你係咪真係得唯一一首歌啦。喂呀，唔好咁樣啦，唔好咁樣啦，可能仲有機會咧。希望唔係咯。係啊係啊，我希望下一次又可以上你其他節目噶嘛，好唔好啊？多謝你。有機會再傾偈啦，咁。好啊，多謝坤弟 ，thank you。Bye。Bye。